小杜买了一辆一汽丰田卡罗拉，全部办下来花了13万，车子还停在 4S 店的停车场里，右侧后视镜被撞坏了，车门上也有刮痕。小杜说这是9月17号提车那天发生事故导致的。我姐姐也在旁边的，她说油没有了，要不你帮我们加一下油吧。我也是第一次开车，第一次买车，新手嘛，她就最后答应了嘛，然后出门带我们去。她开始出去也是比较快的车速，就感觉到她其实开车是有点猛的啦。回来的时候就在这个转弯，就在这个路口，电瓶车开过来，她转进去，她是说她自己踩住了的刹车，但是电瓶车撞上去了。小杜说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上正常行驶，销售驾驶他的新车右转弯时，副驾驶一侧被电动自行车撞到了，双方车辆都有损伤，还好人都没有太大的问题。最后交警判定小杜这一方全责。我新车都没碰过，还是销售给我开车，他既然自己也说答应了给我开车，那总要做服务到位的吧，结果给我出了这样的事情。当时为什么不自己开去加油呢？我新手啊，不认识路啊，一开始我想让我姐夫来给我开的，然后他答应了嘛，那我就不说了嘛。那当时家里面没有就是说老司机陪你一块儿的？我姐姐吧，但是她也不方便吧，那身体不舒服了，身体不产后啊什么的。小杜说虽然临牌保险都已经办好了，但合同车钥匙都还没拿到手，他认为 4S 店有一定的责任，提出更换新车。所有手续都没有到我手上，那就算交接完成吗？现在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们意思经理说是什么，我们没有赔偿的，我们只是出于人道主义给你一张那个保养卡，200-300块钱打发谁啊。我车险，我光是第二年保险费我都要上千了。找到绍兴上虞盛康一汽丰田 4S 店，当时开车的销售不在店里。4S 店销售部的顾经理表示，他和销售了解过情况，目前正在对接处理此事。对，第一时间我们车交好了以后，比如说保险保好，发票开好，交车零件部做好了以后，那么就是新车不要加油嘛。那加油的时候嘛，那我们那个销售顾问就是客户要求，那比如说我们销售顾问去加个油。那就出去加个油嘛。那就是我听说我们销售顾问就第一时间是拒绝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车展了，电话比较多。没事。接完这个电话后，顾经理表示要继续采访，得去楼上的会议室。可到了楼上会议室门口，顾经理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。记者跟着顾经理来到了2楼，刚走到会议室门口，一名工作人员不让记者进去。媒体外面等一下好吧。不是，你们领导叫我们上来的。对，我们就是不接受采访，跟你们说了，我们不接受。对啊，不接受采访。那不接受采访，那我们想跟你们了解情况，可不可以？那了解情况就把东西放下来。好吧。电视台介入肯定是要在一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平台之下。那我们不记录的话就不存在公开。不接受采访这个权利有没有？你们可以不接受采访，但是我们想尽量跟你们核实。那可以核实的，但是我们不接受拍摄。不接受拍摄是吧？对对对。那录音可以吗？那也不行。为什么呢？对你们来说有什么问题呢？这间房间禁止拍照，下面是可以的。你看，禁止照相。哪里啊？哦，那里写的是吧？就我们禁止在下面好了呀。那我说你刚刚在下面还好好的，为什么到一定要照不到上面来？这个就是我们就这样子啊。那你们来了，那我们实话说了，我们不接受采访。就这样子。那你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咱们不是还聊得挺好的吗？怎么上来之后是这样子的？那你们销售的电话有吗？我们跟销售了解一下。你们是公司规定不让你们接受采访的，还是需要我们要走什么流程？这个你要告诉我们。不用走什么流程。你能代表你们公司吗？当然可以代表。当然可以代表公司。你机器开着是吧？开着的，全程录下来的。就这种态度呗。他跟你们协商的时候呢？协商的时候也是这样，要么送吃八羊，要么就是你们自己倒霉。顾经理和那位工作人员就这样离开了。小杜有那位销售的电话，记者拨打之后对方一直没有接听。小杜打算找顾经理私下再沟通沟通，可找了几个办公室都没有找到人。记者拨打了一汽丰田的热线电话。您这边是有购买丰田车辆吗？我是浙江电视台1818黄金眼的记者。对这边的话我们这边没有办法跟这个，就我们这边只跟一汽丰田顾客对接，因为这是顾客服务中心。那你们有没有这个专门的这个媒体对接这个部门啊？您还是得让顾客向咱们这边致电，因为咱们这边是顾客服务中心协商。那我们如果媒体想要反映问题跟一汽丰田这边了解情况的话，可以联系你们的哪个部门呢？
哦，这边您还得让这个顾客来对接，因为我们这儿顾客服务中心，我们这边顾客服务中心不跟媒体对接，我也可以。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跟谁对接？媒体要找谁，或者说打哪个电话？去别的地方咨询一下，我们这儿没有，我们这儿并不跟媒体对接的。那我从别的地方，比如说有哪些地方呢？哦，这边我无法告知您，您可以多方咨询一下。换个角度，就我留电话给您，您反馈给你们的上级。我们这儿没有办法帮到您，先生。当天中午，记者又接到了一起丰田客服的电话，确认记者身份后，对方还是表示无法和媒体对接。记者就提出让对方联系小杜，帮忙协调一下。小杜后来反馈，他没有接到一汽丰田的电话，倒是盛康一汽丰田 4S 店的顾经理在记者离开之后又找他协商，说可以送两次保养，他没有接受。小杜已经把问题反映给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。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